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又到了收获鲍鱼的季节了。大叔熟能生巧的用小铲子把鲍鱼一个一个的揭下来，翻过来一看，鲍鱼还会跳舞。进来，老铁，能否来个双击和关注，看我赶海？接上个视频，昨天在海边发现这条魔鬼鱼，有老铁发私信问我，这么大的鱼，你怎么不起锅烧油吃了它？它的重点是生于大海，造于大海。有的老铁一进来看见这么正能量的段子，二话没说给你点了双击，而有的老铁顺便加关注，看我带你赶海直播喽。Hello， 朋友们啊，昨天在海边抓到这条鱼啊，怎样老铁说不对劲啊，这条鱼啊叫做虎斑鱼啊，我又回去搜索了一下啊，原来它是十大鱼跃龙门之一的啊虎斑鱼啊，这条鱼是非常吉祥的啊，祝见到这条鱼的老铁啊，2018啊身体健康啊，万事如意啊，喜欢大海赶海的朋友们别忘了加个关注看我直播。来吧，朋友们，伴随着太阳慢慢升起之后啊，咱们渔民四五点钟就开始出海去起这个地笼啊，这是刚刚上来的这个地笼啊，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抓获这个皮皮虾和八爪鱼啊，还有这个海螺的时候啊。进来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也喜欢吃海鲜，也会喜欢看赶海直播，双击下屏幕加关注，一会直播。钓虾了啊，主人就录你上去，热门大呀，快点了，继续，今天能不能给一个，赶紧的。